诚意六部剧不同角色对比。第一部《理想照耀中国》，第二部《沉香如屑》，来劝人间客，是一种生于爱难求，但去尘埃又会如何。第三部《女生宿舍》，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处理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第四部《底线》，环节中不会再留到掌间来回。第五部《琉璃》，给我把苦那一味都应战于苍生同悲，三千浊浪摧。第六部新剧《莲花楼》，身甘云甘碎，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需百转千。